Hello， 橘子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尤长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林彦君。优点吗？体贴吧。真实一点哦，真实一点。因为就是他除了看起来凶以外，其他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。很细心，毕竟我性格不是很好相处啊，就是能够跟我这么融洽相处，对，我觉得没有代沟。我们也比较幼稚了。他们好了解我们。对，我现在感觉背后在流汗。怎么这么了解我们？我妈妈都不了解我为什么叫八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的微信名就叫八，我觉得很帅，哦，很可怕哦，精神上的折磨。对，他不是要罚怎么样？他们就是说，哦，不错嘛，好吃吧？吃多一点啊。哇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太好吃了！我们来挑战一下脏脏包。很稠，那个画面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就把我们叫过去，也不知道干嘛，然后突然推开门，然后就看到食物，大家就很嗨。然后我当然不免俗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甜品，所以我也就冲过去。但是我那天穿一双白色鞋子，是新的，然后有人踩了我一脚，是很实在那种，就是啪，整个脚掌压在我脚掌上。我那时候啪，任督二脉打开了，因为我找不到那个人，你知道，我很想要送他一拐，或什么之类的，找不到，就自己一个人在后面生气，对。公司很好，我喜欢公司。我觉得有一条很没有人性，有一条就是外卖部分不给我们点外卖，就是很在意。我是那种我不会跟你去正面冲突，你定下这个规矩我就点，然后我也不会说怎样我就给你扣，对，我要给你看到说我在触碰你的东西。很帅哦，需要你去调整这样，对。然后点到最后就是一直被罚，你知道吗？林彦俊因为这些守则跑了多少步？林彦俊是榜一，他可以跑马拉松了，真的。我现在素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做人实在一点。这很可怕事情。那我自拍纪念。裤子裂开就涨粉啊，就是。我之前有裤头纽扣蹦出来，然后裤子越来越下面，因为我也没有感觉。我发现说，哎，今天大家的欢呼声比以往都要大一点。我说我最近进步了，我觉得我进步了。后来我下台才发现这样。我会一直憋着笑，因为我觉得笑出来不太礼貌。电梯这种密闭环境，放屁应该要先说对不起吧？对不起。对，这样才比较合理。如果他不讲，瞪他干嘛？我其实想演那种武侠片会飞。那掉乌鸦怎么办？乌鸦是怎样的？抬不起我是吧？拉你的威亚应该是，应该要健身房那种重训这样。我比较想演一些专业性很强的，比如说赛车手、杀手。什么什么？我想要逗逼脸。什么东西？逗逼脸长这样吗？我平常不太出门的，现在是文艺青年。其实我觉得我是妹妹粉多一点，我希望姐姐粉，因为我没有姐姐。她很喜欢照镜子，很夸张。我之前碰到过，我说你在干嘛？嗨，吃了吗？就笑啊，大家都笑，我就很自然就自己走了。还挺友善的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会怎样？打我吗？就有些太吃了吗？吃什么啊？这样吗？不会吧？对，拉黑吧这个。19秒的话，应该就问候他一下的。哦，那是一种态度，那种时尚感。英俊 style。
我觉得范丞丞最近有崛起。我也觉得范丞丞最近是崛起了，很过分，就很 bad 啊。李俊逸，李俊逸会跟我聊天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喜欢用自己的表情包的，哪有人跟我聊天然后自己用自己的表情包，什么半兽人那种。要除了他以外的人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如果在现场讲的话，这不是真心话，一定都互选对方。我们来玩一个大一点的，就是除了我们以外，除了我们公司之外，有没有会做节目的？叫 Justin 好了，就是比较聪明的一个小孩。哦，是他聪明，我是蛮欣赏他的智商这一部分，真实的欣赏。哎，我觉得其实身高高的人都可以，像补凡还是什么木田，他们都可以带。如果是荒岛上的话，会有很多那种树上可以吃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可以站在他们肩上摘。你在他们肩上，他们很吃力，你知道吗？我八十斤啊，你八十斤。找我要别人的签名照 ，crazy， 那会出事，他会失去我这个朋友。就是来了这个圈子啊，因为我从小有点在怕被骂，所以我一般都不做叛逆的事情。偷吃吧，偷吃应该最叛逆的事情，我觉得。那我要看你多犀利先，我再考虑我的问题。啊，我怕我太犀利了。没有，他不 OK 啊，真的很犀利。因为我很喜欢玩真心话大冒险，然后我的真心话就是那种别人就会选择大冒险。啊，我来个老套的，我陆定浩。林超哲掉到海里，只能救一个，其他两个都会挂掉。会不会做节目？我不会游泳。漂亮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以前是残酷的。没有，那我扔给林超哲。哎呦，所以你要让我跟陆定浩挂？没有，因为他跟陆定浩会先碰到地上。哇，好的。你是女生的话，你会喜欢哪个练习生？好犀利哦！变成女生比较犀利，喜欢哪个练习生比较还好？变成女生哦，兴奋，因为我喜欢就是有男子气概的男生，会有安全感。互相穿过对方衣服，没有。啊，没有吗？我觉得没有哎。就大家会讨论啊，会好奇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好奇是有。对，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公司人就是并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那么对，那么有距离感或什么的。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平时可能会有那种想法，可是他在我面前，我是至少我是感受不出来的。他们会演，他们会演。是谁啊？是谁啊？是啊。没有很多人啦。偷吃过别人零食？谁的？就很多人呢。我一般是看了一下，然后我就藏起来。会，我会看，对，我很喜欢盯着别人看。没有。就有一天有根火柴棒，然后他就走在路上，他就把自己点燃了，然后就啪就火就起来，然后他就觉得我特别帅，然后他就唱歌，他说火柴棒，火柴棒，火柴棒。然后这时候他走到一个河边，那个河就一泼水把他浇灭，然后火柴棒就吓到，说。你为什么把我浇灭？然后那个河就说，什么火柴棒，水才棒。